韩兆，是导演，也是编剧，啊，我们哥俩最近这几年合作了不少的影视剧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说你来干嘛？今天不是相声大联欢吗？我来跟您演个小品。我发现你这人的脑袋呀，这个思维逻辑呀，太陡了。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得提醒您，您作为一名小品演员，您说相声得说出自己的特色。太对了，来，跟大家说说我有什么特色？特别能嘚瑟。怎么说话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像您这个艺术造诣啊，万年不遇。不是，中国文化才5000年，我万年不遇，你让我跟猴比呀？不是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您要演这，演出点绝的东西来。太对了，演什么绝的？咱俩来一段双簧怎么样？啥意思？他不明白你笑什么呀？双簧啊，就是两个人一块表演。前面那个呢，他是光表演不出声，叫前脸儿。啊，后边那个光出声他不表演，叫后身儿，明白吗？那我演那前脸，那我就来这后身。好啊，好吧，来，你最好化化妆，好看呢、啊，漂亮。好，可以，化化妆，还不如不捯饬呢。来吧，好看吗？有点意思、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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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山上一头牛，两个犄角一个头，四个蹄子分八瓣儿，我的爸爸在后头。出来，出来、啊、这怎么突然间爸爸跑后头去了？不是、那个、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不是这词儿不是我写的，是别人写的词儿，这导演他不懂。哪个导演写的？您别找，您别找，不会再有这事儿了。咱正儿八经来一个，好不好？不会了是吧？不会了。好，好，来正经的啊。好嘞。大年初二好天气，姑爷回家拜年去，祝岳父吉祥又如意，我先给您作仨揖，愿您健康又安宁，我再给您鞠个躬。祝岳母吉祥又如意，我也给您做仨揖，愿您健康又安宁，我再给您鞠个躬。祝二舅吉祥又如意，我也给您做仨揖，愿您健康又安宁，我再给您鞠个躬。祝三姨吉祥又如意，我也给您做仨揖，愿您健康又安宁，我也给您。怎么了？我们家亲戚就那么多吗？都谁呀、啊？那个，咱这有，也不多呀，就48个舅舅，还有56个姨，还有72个老姑父。不行啊，不带这么玩的啊，不带这么玩的，咱能正经一点吗？正经点，正经点，我就不会了，你找别人吧。走，我不跟你玩了，走，我哪懂这个呀？走，我算服了。哎，就是来玩儿，老弟，在这儿呢。郭金杰，找您半天了。啊，大家介绍一下。啊，我干儿子。大家好。实在亲切。那个你看见了吗？刚才导演韩兆。刚看你跟韩兆合作，你怎么能跟他合作呢？对，我把他轰。你看他长那样，就跟出土文物似的。咱不能跟他合作。没错，咱爷俩给大伙合作一回这个双簧，怎么样？好。咱俩的合作肯定比韩兆强。有一样啊，你看韩兆让我给轰下去了，所以说你给老爹争争气。您放心吧，我是谁？我能跟他一样吗？我是您的干儿子，我肯定替您着想。哎呀，咱现在开始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咱爷俩合作个足球吧。我就喜欢足球。开始，比赛现在开始，球传在了18号老将潘长江的脚下。18号老将把球传给了12号小将潘长江，12号小将
潘长江面对着三个人的包围，果断地传给了八号球员潘长江，八号潘长江传给了24号潘长江，24号传给了16号潘长江，16号传给了7号潘长江，7号传给了2号潘长江，出来，二号潘还没说完呢，他这么多潘长江呢？他这是敢重名，不能重名啊！我一个人跟他们11个人提啊！不是，你这老头啊，你有点太难伺候了，你难伺候没事，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。我是您的干儿子，我替您想。对，我替您想，来，开始。18号老将潘长江把球带到了门前，准备起脚，这不是个机会。假动作晃过了对面，再次起脚，这还不是个机会。骗过了对面的守门员，空门大力起脚，这更不是个机会。你要想问这个机会到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有这？老弟，不是干啥呢？这是都空门了，还不是个机会。对呀，他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。去，不是，你看，走。不是，你看你这离我远点。你这老头个不高，脾气还不小。你这，我发现啊，今儿个来的人。没一个靠谱的，还有没有靠谱一点的？有，来了，爸，潘阳，我亲闺女，亲爱的爸爸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这，妹，千万，我媳妇在这坐着呢，你要这么喊，我回去没法交代，你知道吗？周叔啊，我戴着墨镜太暗了，我没认出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占你便宜了，哎，瞎说，不是你占他便宜，是他占你便宜。送你了，哎，好，这孩子也太客气了，大过年的你。来了，哎，啊，过去。我说你眼神不好使吗？啊，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，你看不见吗？我看见了，我刚才以为谁家小孩在这瞎溜达呢。太阳，啊，看见了吗？刚才。韩兆、郭金杰都让给撵下台去了。看见了。他们特别不靠谱。对。他们今天不是捧我场的，是砸我场的。没错。我是您亲闺女啊，他们俩能跟我比吗？没错，亲闺女不能坑爹。对吧？对。哎，好好配合老爸表演。好。过年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精彩的节目，好。好的。别让老爸在这丢人啊！放心吧。哎，爸，你看啊。我会唱，没错，你也会唱啊，要不如咱俩来一段摔跤吧，你看怎么样？不是你会唱，我也会唱，咱俩来一段摔跤吧。啊，这合适吗？合适啊。我不跟你摔，我怕摔秃噜皮了。那这样，爸，咱还是唱吧。哎，唱老爸比较拿手。你最好挑一个老爸最熟的，张嘴就来的。就来的。过河怎么样？懂不懂你？对，这个老爸最熟了。老爸，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开跳了。别带，哎，回来。刚才不说唱吗？怎么又突然变成跳了？那个潘阳，我问你一下，说你临出来之前你吃药了吗？好像没吃。我说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千万不要把老爸往沟里带。不会，开始。开始。你说，也别嘿了，也别哈了，是吧？刚才说的好好的，唱过河，你怎么突然改了？改那个天珠少女了？我唱天珠少女了吗？你看这，他们都能作证，唱的是天珠少女。这样，
老爸这个年纪不适合唱这种歌曲。对，你最好唱一个男人的歌，粗犷一点的，有劲儿一点的。想想啊，想到了，下面这首歌绝对适合你。好。蓝蓝的天空，轻轻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。不是你这个糖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一点啊？不是不是，那个你为啥就光有一个糖呢？你后边那个……哎，谁呀、啊？找我？那个、给我送药来了，快快快！真没吃药，朱旭，咱俩上台来演，你演前脸，我演后脸，我绝对不坑你，行不行？来来，你坐下。咱别麻烦外人，别生气。大过年我都跟你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对，逗你玩呢，对对对，人家都愿意跟你合作，你是巨人。啊，逗我玩呢，对对对，开玩笑呢，对。行了，咱接下来不开玩笑了，嗯，过年了，对对，2018年啊，狗年，嗯，咱们一起在这里的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的观众拜个年，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祝大家一帆风顺，两全其美，三阳开。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进财，九子登科，十全十美。哎呀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哎呀，这没了多余啊！什么玩意儿？